政治方式的行为企图干扰着这届议长补选的程序，而做出违反着行政体制的问题。第一是什么人来干扰着这个代志？我要全面来进行调查，到底是怎个情形？我感觉真痛心，我昨下规暝拢无困。伫九月二十，由咱台南市议会发出一条公文，互行政院。我是拄好甲在位顶级的相关人员查询，对我咧问，我才知影。我完全无了解讲，较有这个代志的发生，因为这条公文咧。我连知影都唔知影，这个公文内容是请示行政院转予内政部，我代理议长是唔是会当主持着这届会议，或者是由议员互相推出，或者是由做较侪届资深的人来担任着这届的这个主席。